Big girl, big girl, 雜誌都中槍，滴著汗，熱力爆破冷場，追擊槍般鎖上你軟弱。You can call me that, I'm a lady killer. Killer, I'm a lady killer. 大聲啲 ，Killer, I'm a lady killer.露出心意，我重生，全力承受你，从无变至欣赏。假使喜欢一晚一起转，不要给我一世的眷恋，亦不要恋上喺角色之刻将爱自主。是終於可以實踐到我的夢想，就是可以跟肥仔一起勁歌熱舞。因為其實我們今年年頭他做 Lady Killer 的時候，他已經有邀請我做他 MV 的女主角，但是咁啱我自己就做 At Prince Joyce， 所以就夾不到期做不到啦。所以今次我們開會說要做這個 show 的時候，本身沒有這一 part 的，但是我就喂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一起去勁歌熱舞喎，跟住就做了這一拍出來了，耶、yeah. ！是的，達成夢想啊，還送多一首 Troublemaker 添。我們排了大概一個禮拜左右，是啊，但是很緊張啊，你知不知道？因為呢肥仔他跳舞很厲害嘛，即是他那些力呢，首先我很多謝他，我們在彩排的時候每一尺他都是很落力，他是比盡，他沒有慳力，如果不是呢，我怕我上到台他才比力的話，我會嚇親。是啊，但是我是想說什麼的，是啊，跟他排舞，是啊，我是緊張到呢，我晚上黑呢，我有一個 app錄低我那些鼻鼾聲和那些發開口夢聲的嘛，我就成日發開口夢都是我跳那裡這樣啊，跟住有一晚鬧人話他 he's so slow 咁樣，真係激氣。上個禮拜都是發夢都是排緊舞。嗱，今次咧，我哋出Lady Killer 同埋出 At Prince Joyce 嘅時候咧，喺我哋 MV 底下嗰啲 comment 咧，係有好多人留言話希望我哋一齊合作嘅，咁就令到有今晚呢一個合作啦。咁我相信如果大家咧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再俾多啲力去谷下呢件事咧，係有可能可以發生嘅。是啊，我覺得今天好有少少美中不足的，就是我跟阿 Yoyo 和阿 Jace 啦都不多 crossover 位咯，其實我跟193都沒什麼點困啊，今次在這個 show 裡面，所以都希望有機會可以 jam 到啦，因為 我自己很喜歡看那些不同單位的歌手或者不同公司的人放在一起，很喜歡看、有什麼火花可以拆到出來呢，這樣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